烤好了鸡腿啊，咱们来打个赌，觉得我能不能一口吞一只墨鱼？如果真能吞下，一定不要吝啬你们的双击。这个也是墨鱼哦。一位小姐姐私信我哈，说让我申报个八爪鱼，就给我双击哈。那位小姐姐你在不在？不在。怎么不在？在，给我双击啊！不在，他不会给你双击的。在。那啥，挑战一下啊，这个爆头啊，这个、给我500双击，咱就爆啊，不言墨迹啊，挑战一下啊，挑战500双击，老铁。抓风八宝鱼面，马上直播。吃金针菇，我只吃爆辣的。嗯？老铁们，今天我不吃海鲜，吃个面条。你们会给我双击吗？哎，凉拌的面条，哦，呵呵，怎么这么吓人呀？双击666，吓死了！麻辣大城王，搂起来啊！能吃辣的老铁，给个双击。再来一口大蟹排啊，最后一个，这我最爱最便宜的海鲜，除了海带就是啥，挑战一个2连撸，撸得完就给我个双击，撸不完就打我的脸。双击666，给了。爆头，长得像不像？像的来个双击。刘墨，咱们整个超大的公蟹啊，看看回路怎么样啊？不怎么回。还可以啊，主要是吃它肉的。喜欢吃蟹的一个双击，双击是情分，不双击是本分。今天就让我欠老铁们一个人情吧，来一个金丝爆蛋，必须是草莓味的，上蛋。既然老铁关注我，期待我下个作品拍照哦，给个双击，给个6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拌饭1分钟呢。